我们把典故来讲一下。大家首先跟我们一起做一次哈，准备 go and 五六七上步，七上重心，对在六脚上，对在九脚上，然后走八扭进来 and OK。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扭进来这一下的时候，首先男生先在右脚上准备，女生在左脚上准备。扭进来这一下的时候，不要光靠你，男生不要光靠左脚去这样点或者左脚上扭，女生不要光靠右脚，是没有用的。对，你需要靠主力脚，男生主力脚现在哪里？右脚。女生呢？我们都需要靠主力脚去一个扭动，带动我的动力脚，有个迅速的内扣，明白？再来一次。这个时候头是不动的，肩膀也是安静的，主力脚迅速走，大，肩膀头不要动，再来一次。这是第一个环节，走，扣，再来，走 ，and 扣。所以在扣的过程当中，主力脚会不会产生转动啊？会，一定会，因为你在用主力脚带上，你不可能是完全不动，主力脚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转动。那么后面我需要第二个环节是，当我重心到前倾的时候，扭开的时候，还原，看到了吗？扭进来，扭开，扭进来，扭开。点部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的，我们再做慢一点。点部第一个部分扭进来，第二个部分扭开上重心。啊，这个七天跟我的上身有关系吗？没有任何关系。跟头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就是跟我的脚有关系。脚跟胯扭开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上身保持绝对的安静，扭进来，扭开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而且你一定要运用到主力脚。不要光靠左脚，男生光靠左脚扭来扭去没有用，女生光靠右脚也没有用，必须靠到主力脚。OK， 走 ，and 哒哒，再来一次。然后当你如果想速度有速度的时候，你的幅度就不能过大，必须是什么小的大练，有看到吗？再来一次，走大练，这种感觉。OK， 再来一次。